这个发愿就是发菩提心啊，具体代表的有一首偈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啊，这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学佛众生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你想学佛，头一个就是要断恶修善。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属于作愿的，你要发这个大愿呢。四弘誓愿这一愿是主，后面的三愿是完成第一愿。啊，度众生就是帮助众生，成就众生。我们自己没有德行，你拿什么帮助众生？啊，所以要帮助众生，先成就自己的德行。德行就是断烦恼，啊，把烦恼断掉，把习气断掉，啊，断发烦恼里面第一个就破身见了，啊，真的没有自己啊。觉悟了，没觉悟，一切为自己。真正觉悟了，我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？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，不是为自己。啊，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，自他不二啊！啊，众生跟佛平等啊，生佛平等，自他不二啊。啊，为别人才是真正为自己。啊，为自己完全错了。啊，所以头一条，放下身见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。啊，这四句话我们也讲了几十年了。啊，我跟同学们讲的是真话。这十六个字放下了，是不是就成就了？没有。这十六个字放下了，我只带同修到佛的门口，没进去，到门口了。啊，我的标准呢，给大家带到门口了。那进去呢，进去得用佛的标准，我这个标准进不去，只能到门口。那进去呢，那进去就是佛的标准。要放下见思烦恼，你才能进得去啊！啊，见惑，三界八十八品，
佛教初学，把88品见惑了，归纳为五大类，你就好记，你容易学。五大类里面第一个就身见，凡夫执着身生活，这是错误的，身不生活。生不生我是什么呢？是我所不生我，我所有，我所有的像衣服，衣服不生我，我所有的我们居住的房子是我所有的身体也是我所有的。我所有的有生有灭，我不生不灭。这个事实真相啊，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了。我们世间人呢，总以为灵魂好像是我，灵魂不生不灭，死了以后还去投胎。是不是我呢？不能说不是我，也不能说真的是我。生有分段生死，一段一段的。这个一段一段的，现在我们的概念很清楚了。以前很模糊。以为呢，我们这一辈子在这个世间住了几十年，有生有死，这叫一段，其实不是的。这个一段一段呢，就是弥勒菩萨讲的念头。那要懂这个道理，我们这一弹指之间，这个身体有多少个生灭呢？有32亿8000生灭。32亿乘8000，320兆。这一弹指之间，我们的身体已经有320兆的生命，这叫分段生死。分段生死从这个地方说的。不是说我们这人从开出生那一天到死亡算是一段呢，不是的。这叫分段生命。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才知道这身体真的不是我。什么生活呢？觉性生活。灵魂是觉醒在迷惑的状态，迷了叫灵魂，悟了叫觉醒，它真的是一不是二。迷了的时候它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觉悟了它就超越了，它就超出了。所以佛菩萨真的是帮助我们了，把真的我找到啊，假的我不要执着啊。假我有用啊，用它来修自己，是借假修真嘛。借这个假我提升自己境界。所以没有假我不行啊。借这个假我呢，修习一切功德。所以这个假我有用处要用得真，
如果用的不正，用这个假我造作一切罪业，那就错了，那果报就是三途。用这个假我行善，果报在人天。用这个假我学佛，那果报就在极乐世界，这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都会用它，别用错了。啊，这作愿非常重要。有愿之后呢，观察。观察是修行。啊，对于宇宙一切事物的真相，佛经上的名词叫诸法实相，你要观察清楚，不能够迷惑。啊，一切事、一切理、一切法的真相啊，通达明了啊。这是智慧。啊，观察明了，你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行与信德完全相应。这是中国老祖宗讲的本善啊，啊，人心本善，没有一样不是美好的。啊，这个地方在净土里面观察呢，那你也观察清楚，你观察极乐世界，你观察其他一切诸佛的世界，回过头来再观察我们现前的世界，你就有比较了，你就清楚了我应该学什么，我应该到哪里去。啊，佛教众生，佛不自己做主张，啊，不劝你学这个学那个，佛不劝你，佛教你观察，叫你自己选择。啊，你看《观无量寿经》上面所说的，维西提夫人造了家庭变故，灾难现前了，啊，求释迦牟尼佛帮助，向释迦牟尼佛要求，有没有更好的世界？这世界里头没有我人，我想往去往生。希望在那个世界里看不到我人，听不到我事。啊，佛将一切诸佛的刹土展现在他面前，让他自己看。啊，像看电视一样，让自己看。啊，维提西夫人很聪明，她看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她说这个世界好。啊，她想去。问释迦牟尼佛，请佛教给他用什么方法能够去往生。佛跟他讲十六观经，十六种方法，任何一种方法成就了都能往生。啊，并不是十六种方法通通要学，不是的。一个成就了，一切都成就。
啊，韦提希夫人跟他500宫女就照顾他的人通通念佛往生。前面我们学过啊，古大德告诉我们都是上品上生啊，不可思议啊，证明善导大师所说的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啊。韦提希夫人跟这些宫女们遇到的释迦牟尼佛这个语言太殊胜了啊，所以他们往生品位高。啊，回向必须把自己所修学的一切功德，不求人天福报，只求往生到极乐世界。这是第一等聪明人他所选择的。为什么？生到极乐世界，那个福报之大，无法形容。啊，所以我用第六天来做比喻，他怕自在天。你所一切所需要的啊，需要受用的，阿弥陀佛供养你一样不缺。阿弥陀佛就像化乐天一样，我们到极乐世界摇身一变是他化自在天，比他还高一等。我要什么享受的，他变化出来供养给我。念佛人的佛报还得了吗？所以真正选择这个法门，按念佛求生，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智慧啊。再没有超过的了。啊，阿弥陀佛真正像是一个大慈大悲的父母啊！我们到极乐世界，他完全奉献来供养啊，来照顾啊。我们到极乐世界跟他变成一体，啊，这是不必须要知道的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相好庄严跟他完全一样。啊，你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观察，好像智慧也一样，神通也一样，道理也一样，样样都像。这就是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你就变成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菩萨靠自己修可不容易啊，你要修到哪一阶才修成啊？啊，没想到到极乐世界了，阿弥陀佛就加给你啊，我们能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，你才能真正把十方诸佛刹土一切经教统统放下。我学佛就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我到极乐世界智慧圆满，福德圆满。真正明白人的选择，
啊，以自己修学功德回向给自信，就是回向实际，回向菩提，我什么都不求，只求圆满智慧，回向众生，我有智慧，我有德能，我不是自己享受，希望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破迷开悟啊，像阿弥陀佛一样。这就对了。论云，这个论是往生论，云何赞叹？口业赞叹呢？称彼如来名啊？怎么赞叹？真诚心、清净心，或者念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就是赞叹。这一句佛号里头具足圆满智慧、圆满的德能。啊，那我们念啊，天天都念这个，为什么智慧德相不能现前？不是佛号不灵，不是经典不灵，是我们自己的用心出了差错。我们用妄心，不是用真心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真诚不够啊，我们只有一分二分三分的沉浸心，所以我们得的利益很微薄，也只有一二分为什么为提西夫人500宫女念佛得那么殊胜的利益，人家是万分恭敬，他得的是万分福慧，我们这是一两分的恭敬，只得一两分福慧，这不能比啊。印光大师讲得好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这头一句是叫我们念佛，又说比观察有三种啊，第四门观察至少有三桩事情。一者，观察彼佛国土庄严功德。啊，叫你看，先看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里头详细的给我们介绍。啊，祖师大德，很多人跟我们依照经典讲解给我们听。啊，黄念老都把这些注解汇集在此地，我们统统看见。啊，这些人，像我们到极乐世界参观。这些人做导游啊，给我们介绍这祖师大德啊，先看环境
二者呢，观察阿弥陀佛庄严功德。啊，第二个是，你看老师。极乐世界没有天地，没有天王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没有政治组织，啊，它不是一个国家，它是一所学校。阿弥陀佛是校长，是老师。啊，你看看这里校园，极乐世界是校园。啊，然后看看这位校长。啊，他老人家的庄严功德。啊，这特别要是要看的。48愿无界修行，人家愿愿都兑现了啊！极乐世界是自然成就的，没有一丝毫造作啊，没有人去设计，没有人去建造啊，自然成就的。就是佛说，智心一处，无私不办啊！三者观察比诸菩萨庄严功德。第三说，看同学，十方世界。发心往生极乐世界的亲近阿弥陀佛的全是同学啊！你看看这些同学，这些同学非常复杂，有菩萨往生的，有声闻缘觉往生的，有天人往生的，有人道往生的，有畜生往生的啊，还有恶鬼地狱往生的不起 啊！虽然有这么大的差别，3倍9品，人人都有份，这个不可思议。这个话是善导大师告诉我们的啊，总在语言不同。我们的缘相当殊胜呐！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能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自己真正相信，一点怀疑没有了，这个成就就不得了啊！啊，真发愿，真念佛了。你就决定得生了这三种庄严功德啊，叫我们观察的都在这部经上精进所缘，正是第四观察门。或兼口念，再兼第三个赞叹门。如是观察赞叹，昼夜相续，故曰昼夜思维等等。
啊，所以真正念佛人，希望大家起心动念想极乐世界，别想别的。啊，想别的你就错了。你看，你把你宝贵的时间，人生在世，时间很苦短了。啊，不修精业，杂心妄念，那也在修啊，修什么？修六道轮回，那是轮回心呐、啊。轮回心就造轮回业呀、啊，这个事情不能干了。啊，你也想帮助你家人，啊，你对家人有情执。希望生生世世都在一起，那你就专修净土。现在把家人也放在一边，让家人看到你修行的成就，他就接着干了。我不必劝你，你看我往生多自在啊，表演给他看，他就相信了。啊，现在这个世间人要看到真正的事啊，没有真实的事，讲得再清楚再明白他都不相信啊，所以一定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啊，昼夜相许就是昼夜思维，念佛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个世间只有这是真的，其他都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第三个小段。智心皈依，顶礼供养。这是第一礼拜门。论云：云何礼拜呀？深夜礼拜阿弥陀如来应真便知，为甚彼苦亦苦啊？啊，为什么礼拜呀？为了求生净土。啊，这身上恭敬嘛，礼敬诸佛嘛，啊，身礼拜。啊，礼拜就拜阿弥陀佛就可以了，不必拜其他的。啊，前面三拜拜介绍人。啊，我们要知恩报恩，不要忘了介绍人，介绍人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所以前面三拜啊，拜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后面专拜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啊，要这样的拜法。如来印证便知，这是佛的十号十种通号，前面我们都学习过啊。下面呢有皈依及皈命，往生论注曰：故知皈命即是礼拜，然礼拜但是恭敬，不必归命，归命里头一定有礼拜，礼拜里头不一定有归命，所以归命必是礼拜啊。若以此推，归命为重啊，归
是回头啊，一是依靠啊。从哪里回头？从六道轮回回头啊。我不再干六道的事情了。六道里面，我们先前断恶修善。断恶修善的功德，通通回向求生净土。我断恶修善，不求人天福报。这真的归命了。依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本愿为神，现在就加持我。这种加持，虽然我们好像还没有感触到，但是它是真的，它一点都不假。什么时候你会感觉到呢？你烦恼真的轻了，轻一分要感到有一分，轻两分就感到有两分，轻三分就感到有三分。你得放下，你不放下加持你自己感觉不到。你自己能放下了，这个加持你感觉到了。你会把世缘通通卸掉啊，不再放在心上。世间一切世缘有很好，磨练自己；没有也很好，一心念佛，没有一样不好啊。顺境很好，不起贪念。把贪念的心放下。恶缘也好，不生嗔恚，不都是帮助自己提升吗？善人与我有恩，恶人与我还是有恩，通通帮着我提升嘛。善人我把功德回向给他，嘱咐他；恶人我也把功德回向给他。为什么？他造作恶业，我知道他将来一定有恶道，三恶道，希望他在三恶道里面受苦少。常常存这种心啊，与道就相应了。与归命就相应了。精进云，归依顶礼，复实至行。这个至可以用大势至菩萨那个智，真诚到基础啊！后面更见供养，弥显精诚，精是不杂了，诚没有虚伪。什么供养？诸供养中，法供养最。法供养里面有依教修行供养
为第一了，完全跟诸佛菩萨的本愿相应。诸佛菩萨应化的世界，他希求的是什么？希求一切众生开悟，希求一切众生放下，希求一切众生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圆成佛道。这是诸佛菩萨的心愿。我们用什么财物供养他，全不要。全是假的。我们真干、真信、真正发愿、真正念佛求生，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欢喜啊！这叫真供养啊！啊，我们不能把供养的意思错会了。啊，如果心里头没有福，心里头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，还不想早一天往生，啊，什么供养都是假的。啊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这些自古以来啊，寺院庵堂这个道场啊，这些财供养都非常讲究啊，那是为什么？那是为了戒引众生的，是替佛菩萨宣传的啊，众生欢喜啊。啊，众生愿意来啊，是为这个。啊，把这些众生接引来了，那就得好好去教他。如果不教他，那就是假的了。你把这些学生招来了，招来好好教他，这就对了。你要不教呢，不教就错了。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一样。啊，自己细心观察。现前的众生，他需要什么，你就教他什么。啊，帮助他转恶为善，帮助他转迷为悟，帮助他转凡成圣，这是你戒引的真实功德。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！那我们没有能力做怎么办？我是想教但是能力不够啊，德行不够，福报也不够我们就礼请法师大德，普贤神愿里头有啊，
勤转法门啊，勤这些高僧大德，大德是指居士啊，有修行的啊，能够把佛的道理讲清楚、讲明白的，请他来讲。现代科技发达，方便更多啊！实在的时候，请也是不是容易事情啊！现在有卫星，有网络，有光碟。这个不费时间，也不浪费金钱了。同参道友到这来了，我们一起在电视上学习，在网络上学习啊，在光碟上学习都可以啊。先打开来，大家一起听，听完之后，我们大家在一块分享。哪些地方没听明白，可以重听、重播、重听。听明白之后，我们来讨论怎样落实在生活，怎样落实在工作，怎样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好事啊，我们真的得受用了。啊，真正做到了，再分享大家。学习的心得帮助这些同学们普遍提升了，这是真供养，这是真正的庄严啊。人心你想想看，转恶为善，何等的庄严，何等的功德。转迷为悟啊，转凡成圣，那更是殊胜了。下面往生论云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修无念门行成就，毕竟得生安乐国土，见彼阿弥陀佛。这段文是往生论上的啊。首先我们要注意的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啊，经典上佛菩萨开示往往是把这两句放在第一，提醒我们，我们自己有没有具备善的这个条件，这个字是关键的字。我们学能不能得到真实利益，关键在此地啊。真的是善学，你就真得利益。啊，现在呢真难啊。是啊，讲到究竟就是本性本善。
我用我的本善来学习，那你所得的是上上乘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常讲啊，万分沉静啊，你就得万分利益啊，你用的是心本善啊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真用本善，这个人不比过去有学过，也不一定他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啊，像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为什么他成就那么高？他用他的本善 啊我们这些凡夫不知道用本善，用什么呢？用常识，用我们的经验啊，我以为怎样怎样，哎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！所以你所用的那个心呢，那个心是杂心妄想，它不是真心啊！他什么不会，什么都没学过，往往那种人用心真心，他没有杂念啊，他没有疑惑，所以一学他就起入啊。慧能大师是最好的一个榜样啊，所以这个善是个标准啊。啊，那我们已经不能用我们的本善，那用什么？用习善啊。习性里面有善恶，本性里头没有善恶，它是真善啊。习性里面的善已经差一等了，跟本善比不上了 啊但是还不错，能接受佛法，接受个几分之几，不能圆满，本善是圆满接受。那习善的标准就是前面讲的十善业，十善业我们通通都做到了，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。啊，十善业三福第一条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个人叫善男子善女人。他具备这个条件，不具备这个条件怎么学佛从哪里学起啊？那么由此可知，学佛的三个根就重要了，没有这三个根呢，天天学佛进不去如果自己知道没进去还算不错，怕的是以为自己进去了，以为自己修得很不错了，到时候恶报现前，你起了怨恨心埋怨心，佛是假的，佛骗了我，我上他当了，那你这个罪业更重了，这个罪业就帮你堕地狱了啊。所以一定要有孝亲尊师慈悲十善的基础，你修无念念佛心成就啊，这样才能够啊得生安乐国土啊。安乐国土就是极乐世界，
毕竟的身，这两个字用得好。啊，也就是你决定的身，不见得是在这一生。你这一生已经种了因了。如果这一生的缘殊胜，这个因这一生就结果就成就。如果缘不殊胜，还留念这个世界，舍不得离开，这一生不能往生，来生后世遇到殊胜的缘，你就能成就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有高度的警觉，真想往生吗？是真往生，真往生，这个世间就别人争。学着什么随缘妙用啊，什么都好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放下边界，边界是不对立，不跟任何人对立，不跟任何事对立，不跟任何物对立。啊，真正做到了和谐和睦啊，和睦比和谐的意思更好啊，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愿亲平等啊，啊，随喜功德，什么都好，要真学啊！是有人习气很深的，想学，可是境界一现前就忘掉了。啊，必须有高度的警觉性啊！境界现前的时候能记住，能把改过来啊，什么都好，样样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啊！为什么呢？我马上到极乐世界去了，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啊？样样都计较，说明说我还不想到极乐世界去，这还不错，这就不相应了。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念念求相应，不能不相应啊！啊，所以生佛国见阿弥陀佛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好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